去外地工作之前准备跟发小表白。对对，怎么有时间接我下班？我就今天有空，我来看看你，想你了吗？拉倒吧你，大忙人还有空吗？我真特意来看你，你看特意给你买的花，谁不要的吧？拉倒，然后送给我了。不是，你不是喜欢向日葵吗？我特意路过花店给你买的，还挺好看。今天有啥事吗？又给我买花，又接我下班的。没啥事啊。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我饿了。走吧，那回家我给你做饭，但是菜你自己买啊。行，我不给你买。走吧。走吧。你自己拿着呗。行。刚才跟你出来的男的是谁呀？哪个男的？就是你跟他笑的男的。路人呢？我看他挺奇怪的，一直照自己。其实有个事儿跟你说呢。说呗，啥事儿啊？我可能要去南方那边了，公司那边派我上那边考察呀，有点时间。那你去呗，去那边好好发展发展。可能得去挺长时间，一年可能也不回来一回。没事，我帮你照顾家里。你不想我呀？我去了。我想你干嘛呀？我巴不得你去呢。你搁这嘴硬，你不能晚上给我走了之后，你天天晚上搁这看我照片掉粉小珍珠吧？不可能，赶紧走吧。啥时候走？明天的机票。不能晚几天？本来能的，但是那边吹得紧就。行，你走了。就没人来我家蹭饭了，挺好的。你东西收拾了吗？都收拾好了。不用帮你收拾了。不用了，那个饭我就不去吃了，然后为啥呀？我回去再准备准备就走了，今天来就跟你说一声。吃呗，不用你买菜，我买。不用了，回去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